用者，说所求切绝报；若欲无我共高者，说悲死下见报；若欲两舌斗乱者，说无舌百舌报；若欲邪见者，说边地受生报。如是等阎浮提众生，身口意业恶习结果，百千报应，今出略说。如是等阎浮提众生业感差别，地藏菩萨百千方便而教化之。是诸众生先受如是等报，后堕地狱，动经结束，无有出奇。是故汝等护人护国，无令是诸众业迷惑众生。是天王闻已，涕泪悲叹，合掌而退。好，那当然有人跟我说，师父，地藏经40分钟就念起来了。那我觉得当然有口业修定的效果，但是都缺乏了思维的效果啊。那各位就像刚刚我们在慢慢念，那你也慢慢了解里面的意思。那进一步各位可能要把这个意思讲解给你的小孩子听啊，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啊，就是不希望他得到这种不好的果报。所以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种种种种，会得到什么样的业报啊？用什么方法去让世界都知道啊？那我讲佛法是真理，是超越宗教的，如何以非宗教的方法把这种业报轮回的道理让他们也能够相信，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啊，很慈悲的。那我想当然你在念地藏经的时候就有地藏菩萨的加持啊，你有那个悲心想要去帮助对方的时候，那更会激发很多不可思议的智慧。所以人的潜能呢，都在你面对众生或是很迫切你才知道，哦，原来你有这个潜能。所以各位就要尽力去做，千万不要修大乘佛教啊就太过保守啊，太过保守而不愿意去接触众生啊。所以我记得我从小我父亲都跟我说，一切都是勉强来的啊。所以我以前走到哪里都拿地藏经去助念，去哪里就讲一段给对方听吧啊，讲一段给对方听。那特别是你所亲近的人啊，亲戚朋友在生病，你讲的会更认真。那时候你体悟地藏经里的意思啊更强烈啊，因为是原来这个法是在面对众生用的，对不对？那读佛经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啊，就是在面对对方用的，而不是说啊哪一个法门好或不好啊。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他应该怎么去用它。那这些要有经验的，如果没有经验啊，就像一个人学医生呢，他从来不去面对病人这个临床实验，他也搞不清楚啊。所以你越用就越熟啊，所以叫信解行证，你相信了了解，那你要去面对，你要去修行，你才能够体悟里面的道理啊，你才能够了解地藏菩萨的本愿。再来我们翻到后面219页最后一行，也讲讲地藏菩萨的念诵的功德。219页，佛告观世音菩萨，如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，若天若龙若男若女若神若鬼，乃至六道最苦众生，闻如明者，见如行者，念目如者，赞叹如者，是诸众生于无上道必不退转，长生人天，具受妙乐，因果将熟，遇佛受记，如今具大慈悲，怜悯众生及天龙八部，听吾宣说地藏菩萨不思议利益之事，汝当谛听五经所知。观世音言：唯然，世尊，愿要欲闻。佛告观世音菩萨：未来现在诸世界中，有天人受天府经，有五衰相现，
或有堕于恶道之者，如是天人若男若女，当现相时，或见地藏菩萨形象，或闻地藏菩萨名，一瞻一礼，是诸天人转增天福，受大快乐，永不堕三恶道报。何况见闻菩萨以诸香花、衣服、饮食、宝贝、璎珞、布施、供养所获功德福利无量无边，复此观世音，若未来现在诸世界中六道众生临命终时，得闻地藏菩萨名，一生立耳根者，是诸众生永不离三恶道苦。何况临命终时，父母眷属将是命中人，设宅财物、宝贝衣服，塑化地藏形象，或是病人未终之时，眼耳见闻知道眷属将设宅宝贝等，为其自身塑化地藏菩萨形象。世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，诚思功德，寻疾处愈，寿命增益。世人若是业报命尽，因有一切罪障业障何多恶趣者，诚思功德，命中之后即生人天，受审妙乐，一切罪障悉皆消灭。复此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男子、女人，或如补时，或三岁、五岁、十岁以下，亡师父母乃至亡师兄弟姐妹，是能年纪长大，思以父母及诸眷属，不知落在何去，生何世界，生何天中。是人若能塑化地藏菩萨形象，乃至闻名，一瞻一礼，一日至七日，莫退初心，闻名践行，瞻礼供养，是人眷属假因业故堕恶趣者，即当结束。曾是男女兄弟姐妹，塑化地藏形象，瞻礼功德，寻疾解脱，生人天中，受审妙乐。世人眷属如有福利，一生人天受生妙乐者，即曾思功德，转增圣因，受无量乐。世人更能三七日中一心瞻礼地藏形象，念其名字满于万遍，当得菩萨现无边身，具高世人眷属神界，或于梦中普现现大神力，亲临世人，于诸世界见诸眷属，更能每日念菩萨名千遍，至于千日，世人当得菩萨前所在土地鬼神终身卫护，现世衣食丰衣，无住疾苦，乃至横世不入其门，何况己身？世人毕竟得菩萨摩顶受记。复此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发广大慈心，救度一切众生者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欲出离三界者，是诸人等见地藏形象及闻名者，自心皈依，或以香花、衣服、宝贝、饮食供养，瞻礼是善男女等所愿速成，永无障碍。复此观世音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现在、未来百千万亿等愿、百千万亿等事，但当皈依瞻礼供养，赞叹地藏菩萨形象，如是所愿所求，悉皆成就。复愿地藏菩萨具大慈悲，永永护我。世人于睡梦中即得菩萨摩顶受记。复此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大圣经典深深增重，发不思议心，欲读欲诵，纵欲名师教士令俗，玄德玄望，
动经年月不能读诵，是善男子等有宿业障未得消除，故于大圣经典无读诵性。如是之人闻地藏菩萨名，见地藏菩萨像，具以本心恭敬诚白，更以香花、衣服、饮食、一切玩具供养菩萨，以净水一盏、经一日一夜安菩萨前，然后合掌请福，回首向南，凝入口时至心正重，福水既毕，剩五星酒肉、邪淫妄语及诸杀害。一七日或三七日，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，于是人处受灌顶水，其人梦觉即获聪明，因是经典一粒耳根，即当永记，更不忘失一句一记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诸人等衣食不足，求者乖愿，或多病疾，或多凶衰，家宅不安，眷属分散，或诸横事多来五身，睡梦之间多有惊怖。如是人等闻地藏名，见地藏形，至心恭敬，念满万遍，是诸不如意事渐渐消灭，即得安乐，衣食丰衣，乃至于睡梦中悉皆安乐。复次观世音菩萨，若未来世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或因自身，或因公司，或因生死，或因己事，入山岭中，过渡河海，乃及大水，或经险道，世人先当念地藏菩萨名万遍，所过土地，鬼神卫护，行住坐卧，永保安乐。乃至逢于胡狼狮子，一切毒害不能损之。我告观世音菩萨，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因缘，若说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，百千劫中说不能尽。是故观世音如以神力流布是经，令娑婆世界众生百千万劫永受安乐。而使世尊耳说偈言：五观地藏威神力，恒河沙劫说难尽，见闻瞻礼一念间，利益人天无量事。若男若女若龙神，报尽应当堕恶道，至心皈依大士身，受命转真除罪障，少师父母恩爱者，未知魂神在何去，兄弟姐妹及诸亲，生长以来皆不是，或塑或化大士身，悲恋瞻礼不暂舍，三七日中念其名，菩萨当现无边体，是其眷属所生界，众多恶趣寻出离，若能不退是初心，即获摩顶受审计，欲修无上菩提者，乃至出离三界苦。世人既发大悲心，先当瞻礼大士相，一切诸愿速成就，永无业障能遮止。有人发心念经典，欲度群迷超彼岸，虽立誓愿不思议，玄独玄妄多费失。斯人有业障火故，于大圣经不能记。供养地藏以香花、衣服、饮食诸玩具，以净水安大士前，一日一夜求福之，发因众心胜五心，酒肉邪淫及妄语，三七日内勿杀害。至心思念大士名，即于梦中见五边，卷来并得立根耳，因是经教立耳闻，千万生中永不忘，已是大事不思议，能使斯人获此慧。贫穷众生及疾病，家宅凶衰眷属离，睡梦之中息不安，求者乖为五称睡，至心瞻礼地藏像，一切恶事皆消灭，至于梦中尽得安，衣食丰饶神鬼护，
欲渡山林即渡海，渡恶禽兽即恶人，恶神恶鬼并恶风，一切诸难诸苦恼，但当瞻礼即供养地藏菩萨大士相。如是山林大海者，应是诸。